而这个是你可以判断你自己到底是好不好，你有没有真正是让我们这个为非为人的众生存在。你要知道这些非常维系的众生是从八个子然后一直变到非常维系，我们愿意是这样啊，本来是面积很大的一种动物，那么因为又没做好，所以越来就越难就越难，你不能看不起它。在我们国家里面呢，然后这个水和湿水都有臭啊，都是杀生的，我们外界所以要带一个路人这个过去自己做的，那水倒过去把它露出来，那才可以喝。那如果没有看到里面有湿有臭，可以眼睛可以看得到的，那你就不能喝了，一喝就杀生。所以这个当然要成阿罗汉是不简单，他要守这种清净戒。那我们自己想，你到底杀心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你们有没有去守戒？即使你们要守戒，不知道要怎么修，打坐也打了，念佛也念了。如果要去守戒，你起码有个戒条。虽然六种二十八千菩萨戒不多，是吧？但起码还有一个可忏悔，我们就心哦，就这里面有一个十一善法，那忏悔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做一件事不知忏不知悔，那个冤结更加重，是吧？那你忏悔就行了，你不忏悔，业重。今天有一个我们工作的同仁来忏悔啊，他忏悔什么？他忏悔上一次我跟你讲他给我准备的东西不完美，我的上回已经四月二十六号了，现在多久还在忏悔啊？他不忏心不安啊。哦，好吧，忏吧，忏悔，忏悔，他是这个是另一块招招出，不要怕。为什么？要佛才没有维系过啊！我们又不是，不要讲佛了，菩萨啊，说还够不上，对吧？那所以我们一定会犯错，一犯错，我们就要忏悔错，是吧？所以随时刚刚讲的，你要譬如相信无声，到底今天身口意三业道有没有得罪谁，是吧？想得罪了他，见怪不见怪，我们都要自己去检讨。我为什么说你这句话？如果我也会骂你，我骂你就是要你好。过去你在修行啊，自己修很容易，要度众生很难。那你骂他，把他这个不受这一套，哦，那就反弹回来了。要反弹回来，你看师父很多的做，哦，就诚心的分析哦。而这个我刚刚讲，我在诚心的时候，这个蛇好像蛇一样的啊，很好。每天都在玩蛇，就是这一直那个蛇就怎么去了？我们内心的诚心的像这样。那、啊、你因为你知道看着他，那看着他，他没有什么事，没有，就是我就杀破对吧？用那个杀破跟他支持的对，那个不相信生气。那我们为什么会生气？就是这个毒蛇冒起来的时候，他那个失去理智，失去理智，你这个手就扒了去啊，那打架就打起来了，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你不能关你的心的气念修行很差？他这样讲的，看你报那个不听啊，我是发白的嘛，不听啊，不是我不听的、啊，是我骗的是做不到，是吧？那啊，所以你要了解，就是说，神不打坐，或者不认真念佛，或者不认气功，你讲，你是进不了。
所以你不要到一个境界以前，你说我不知道怎么修，你一个一个慢慢的去思考，我到底哪一个习性比较重，而且要跟自己常慢掉。修行是不同三样，就禅宗的话，如果你通三样，就是你心里怎么想，对吧？后来就去做了，永远都是在跟你的心对抗。我讲我过去怎么对抗，我老想在对抗，那对抗以前啊，这个都是做乡下的那个巴士，那个我的国防号，好吧，国防号上不错的，原来台中啊，来什么台北。是啊，太贵了，我觉得稍微点不便宜，那个位置，啊，那前面很多空位啊，那司机后面那边都有保留，要考虑空位啊，是吧？老街啊，那不行，因为你的位置在这里，要去解决困难，哎，去找吧，那不行，不要动。哎，进进出出的，连烧也有草皮，而且，你看甘之如饴就没事了。如果你听他的，就动了，动了，你这永远都修不好。所以为什么叫不动三量，那么好做啊？我们有一位住在一起可以靠的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在说很大的教育，那算我们同学里面的中锋。以前我经济我也过来过来过来说你不要讲话，你要讲话伤神，你外你又怎么样，对吧？那就有一段时间的自己告诉自己不要讲话，那你讲话的心都还很重，所以就在想，那在想很伤神，那他又有经济啊，那气就被他的过去的先生啊，那就是去那个女孩被打的爆呢，那光他鬼先哭了，眼睛灰了，那都是气脉都被塞住，很痛，很痛，是吧？然后他有一阵就在修，跟自己不同商量，不让他讲话，就憋着自己都哭出来了。我的背，你逼得我太紧了，自己。我受不了了，然后就痛哭了。哎，你以为是你习性跟你没关系的，你自己逼自己也会逼出问题出来，所以你那甘愿不甘愿的心呢，你很难去分别到底哪一个是你的，都不是。那空性无所谓的，那才是你。那你会执着这样，会执着那，都不是你。所以这个，那如果有机会有好几个心态的时候，要怎么去拿捏？要不要去做？管理要不要去做？想好的一套，想不好的一套。
很早的，那后面都有大悲咒，护持大悲咒啊，那心经，那那时候都念国语，国语外语不是念经，那时候念了三十几年，对不起，哎，要还要对不起，但是这个道理我会背。后来7年前开始因缘成熟，啊，一方面是出家，哇，要再出家人；第二个，啊，心比较定，佛法大概了解，我讲究说话，啊，30几年，在讲中间做了学很多，像我现在在讲解生命经。学生们讲一讲这样的心要怎么让它生动的，啊，讲30年，现在才第3品快完，啊，总共8品。那我那时候心是这样，他意是这样，他书是这样，第4品他开始要讲，那住心是什么？住心是遍地小住心，住心再来是一大起住心，再来是圆成住心，啊。而这些你要去认识他，心知道了，心意识、欲法意识、意气意识、欲意识、感情意识，啊，这些都是在讲中，都在学，啊，所以这个你到哪个程度，就要进入陀罗尼状处。去做，你就会产生无量的威力，这才重视，对修自己、对教化众生都有帮助。但是，所以第一个人推出来就是大悲咒，啊，因为大悲咒非常传神，他翻译的这个千万大王尊者，那不是普通人来翻译。他只有换这一部经，另外一部经其实是上下册，啊，是不是说所以那个是跟他合一起，啊，所以他翻得非常好，那个音要按音一起包进去的话，才配合他什么转变，那，啊，这里面有很深的意义，啊，那这才叫重视。所以你如果有修行，当然都是打坐很好。那如果是已经用功很久了，就不能慢。有时候从坐椅成坐也很快，因为你要如何的去意义会去做，那只有佛菩萨，因为你接了缘嘛，因缘有了，佛菩萨会跟你加持。啊，那加持的时候，你自己就会慢慢的身体会变化，啊，会变化才能进入修心的境界，才能观到自己的习性，哪一个那个心性好，哪一个心性不好，那才能要断它，本来不好的要断，那好的你当然就是去写故事啊，理解啊，说人啊，然后静静心，谁说我不关照你的心？对，如果错了，修行的人不要太在意，人家打回来你就去说就好了。还有一个同学修那个慧气金刚，慧气金刚是很勇猛的佛性的话，但是我要是没有说。他说的这种话，专门在对付这些外国人，人家还多外国人，就专门在破坏这个修行人。那你说这个话，所以非常的勇，还接他所以起的那种话题，他们给孩子那个说这个话，他越说脾气就越坏哦。另外，也要在公司里面就跟人家吵架了、骂了，骂了半天，那时候跟我说这个话，还说得下去吗？
先生在刚好说这个，我要抱啊，抱了你骂了，骂你如果他骂你，你就承受就好了。啊，但是你要强制，因为你输气，脾气控制就不对了。虽然不管你说你，人在这个输气，刚刚我讲的气不通的时候就很发脾气，是吧？这你越知道我错了。那这样错你就忏悔就好了，那下一次少发一点，那再来人家再骂回来的时候，你会因果嘛，不是只有你会骂人的，人家也会骂你，对吧？你以为你是长官啊老板就可以骂人？对啊，有一天这个你的眼光已经火气大了，到处不干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准备要走人的时候，他就来骂你了，是吧？那时候你也就一爆发，一爆，不会不爆，来玩来找我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破除轮回？你难道没有业的吗？还有啊，阿罗汉他解脱他就没有业吗？他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出我生血，破破而生，都有干过啊。因为他已经受到心不动，所以他就解脱了，对吧？那解脱不来受生，他就那些因果就存在那里了，就成不了其果，对吧？但是这样就躲掉了嘛，没想到现在，因为你了解以后，你还是要来行菩萨道，那时候还会再碰上。那时候刚好，因为他是修菩萨道，他那个功夫很强，他就在那要搏，他就时间不容易的事情，被人家无奈说跟人家满肚子搞大了，是吧？这些都过去的因缘，没有因缘怎么会无奈到你身上？一定有某个因缘才会促成这件事，啊，所以因果永远不会灭。不要想说我要修把因果全部灭掉，不要看我们的名单，你才了解，不要发生过的事情都放在虚空，不是放在你脑筋里。如果放在脑筋的话，那佛能放在脑筋里面吗？不是哎，他是骗虚空的化身哎，他都在虚空，所以他都知道。缘起是这样吗？刚刚我不是讲了如来无所创在应所起，那你有一个缘起的东西，因缘也是这样啊。虽然在讲如来的无所创在应所起故缘如来，其实这是在讲缘起话，啊，你的因果也是这样啊。因不是永远存在那里等你，果也不是在那里等你，它只是刚好那个时间点啊，有因啊，然后有缘，那这无中就冒出来了啊，就不是跟如来一样，它就冒出来了啊。我们凡夫无明，看到这件事就认为是真的啊，他该生气就更大的生气，你没有客观的心去忍受，所以当然你就迷失掉。我们的一直在轮回，搞不清楚因缘果报的现象。那你受到《金刚经》29品要觉悟，哦，原来成佛他是化身为何变虚空，因为他的不是做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让因缘这么一直在随缘的化身？啊，化身跟大化，那你就是化身好的，是吧？尽量去做好的事。那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，你就尽量去忍啊，不是练功跟他对抗。最高的法是无为法，对，那个六无为是最后你悟道的时候要学习的。六无为是最后真无为才真，前面是妄无为，因为你还做不到，所以阶段性的去完成无为啊，他只有如来才有真的真。真无为就没有为了吗？
局面它又起滑了。啊，这样你对国华什么概念都有了、啊。